大家好，大家睇紧嘅系丰泽产品 GPS， 我系导航员铜锣湾嘅 Fion， 今日同大家导航嘅就系飞利浦快速奶瓶加热器。呢部飞利浦快速奶瓶加热器使用可控制温度嘅奶瓶加热器，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轻松加热婴儿嘅食物。智能温度控制感应器可以自动调节加热模式，确保加热器可以迅速而且均匀咁进行加热，亦都唔会形成热点。除咗快速加热，亦都设有解冻模式，适用于母乳同埋婴儿嘅食物。用法方面，智能温度控制会选择喺最理想嘅加热模式，设定母乳量，揿开始掣，跟住就可以交俾智能温度控制。这个功能可以侦测母乳最初嘅温度，快速加热到理想嘅温度，并保温长达60分钟。单一嘅部件设计，容易清洗，适用于各大品牌嘅奶樽同埋婴儿食品壶。今集丰泽产品 GPS 就到呢度啦。今日为大家介绍嘅系飞利浦快速奶瓶加热器。有兴趣知多啲嘅朋友，可以上丰泽网店同记得 download 丰泽手机 app。当然可以嚟门市揾我哋了解多啲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